在超马世界里面，不要再继续的幻想免费，我们不是公庙，我们没有什么捐不捐款的问题，我们是个人修个人的，是不是？个人付费，个人上课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好，那还有人说啊，哎，导师，哎，现在啊，那个防疫期间啊，我们都在家里啊，一个人上课啊，我们全家都可以听呢，哈。我说啊，这个就看你自己吧，对不对？一人上课全家听，还是一人付费一人听，随你吧，是不是？反正你自己是如何修，就如何得嘛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说家里真的拮据，就一个人能上课已经不错了，那天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全家有这么样的一个学习的精神，感动哦，是不是？结果你刚刚还在吃鱼翅，是不是？这会儿一上课就一人付费全家庭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自己看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别多说，免得说我们小鼻子小眼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啊很妙。我前两天，我上前两个礼拜，我有没有说过？我们超级生命法门很多学员，他很难接受，他很难接受，竟然这个相在你面前发生的也好，在别人口中里面所叙述的也好，既然这个相，它是可能会因我们的心在超马世界里面而变化的，所以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怎么定位，什么结果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你下次不要再来问我，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这样全，反正是全家在一起，是不是一人缴费全家庭？你自己定义，不是问我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那你问我说，那原来是怎么设计的呢？原来设计是一人付费一人听。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啊。你的 email 密码会告诉你们家其他的成员吗？不会吧？那你们家其他成员半夜想听怎么办？那还叫你起来把它开了，然后你再去睡觉，是不是？随便啦，反正你欢喜就好，对不对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上课是你成功在人生的地图里面切入的一个角度，对不对？切进去，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你人生真正的成功，不是只有上课。你人生如何真正成功在超马世界里面，是因为你明理，懂吗？因为你明理，你明天地的道理、真理，所以当你明理的时候，你就很好判断对错之间、应对进退、是非与否，是不是？所以咯，今天你的昌盛不是仅此而已，是要随这个时候开始，事事皆昌盛。所以那不是求一时哦，是求从此以后的生生世世。所以好牌好局啊，你不要总认为就那一下子，不是哦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眼光不要太短浅。